晚上好呀，好晚。我其实一直都是播这个点。今天本来应该休息的，但是还是想说上来播一会儿这一句。我都没讲，我没讲下了呀。我一般隔一段时间会过，因为我自己不好。这个周日好多人，我播的人都休息了。穿搭呀，能看着我今儿就不错了。周日能有几天看着我呀？周日。欢迎欢迎宇哥。因为周日我们公司全部都休息。主播换个紧身衣跳舞啊！你有几个逼钱啊？就喊我换紧身衣跳舞。怪不得让我休息，那你别休息了，休息干嘛？别睡了。自从开始天天配人之后，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稳定多了。痛苦的就是你们，不是我。亮吗？会亮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的歌单是什么？社会摇是吧？
长期不穿内衣真的会下垂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垂。我快老年人 disco。精神状态好不稳定，心情真好啊！我要让丫丫教我跳社会摇，教我跳社会摇。啊，丫宝跳社会摇跳的可有味儿了。邪恶的东西，社会摇需要教吗？你会跳是吧？那你倒给我跳一个，你别装逼。欢迎兄弟们，晚上好。社会摇派系青海摇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怎么摇来着？那个怎么摇？还有人叫我跳我青海摇，怎么那个来着？丫丫会跳，太好笑了！怎么每天都素颜？因为最近不想化妆，最近想发疯。对，新宝岛，新宝岛一般般。那你们去那个某音上搜那个青海摇，哎，我来搜一下，这怎么跳呀、啊？寻觅一个可以跟我一起跳社会摇的男朋友。怎么跳啊？这个？怎么跳呀？别了别了别了！站台也摇，他妈瘸腿！这怎么摇？我操，好牛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喊鸭宝，鸭宝会跳。怎么按一下就横了？这怎么摇啊？跳操这怎么摇啊？我靠，好帅！这怎么摇？我还摇不出来那味儿。我十二点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天天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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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摇啊？宇哥，你可以学一下教我跳吗？这不是刘慧十八，你会跳吗？天天你教我好不好？这怎么摇啊？我靠！这就是青海摇。好，错了，超管你真无聊，小气死了！你开玩笑的，滚吧！姜王别搞，你会要跳行？那天天待会儿你输了你就跳这个给我看，行不行？被警告了，没事，习惯了。那你待会儿输了，让天天给我跳这个吧，让他上那个某音找个视频学给我看。怎么跳的呀？我他妈好丝滑呀！没那味儿啊，真土，好喜欢呀。那我输了怎么办？我输了我也跳呗，但他跳应该比我跳好笑吧。每个动作都重，但是那个动作我做不出来那个味儿，你懂吗？这是卡的真好啊，那个点。
传那个味儿。真的卡点卡得太有劲儿了。其实我为什么现在不化妆呢，是因为我们家新来的大哥那个姜王胖头鱼啊，他喜欢我素颜的样子，他说我化妆不好看，所以我每天为了博得他的欢心，所以我就没有化妆，你懂吧，兄弟们理解一下，真不是我不想化。我见过你化妆吗？反正你说过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说，不化妆好像，化了妆好像没那么好看。我不来，来。卡头发了啊，好疼！真好玩，嘿嘿。锅让我背吧，大男人嘛，不够背一背锅又没什么的。刚那个歌是什么？有点上头，这个音乐。真开心啊！每天发疯，还能挣钱。因为今天穿的多，我一穿的多我就比较放松，我就好动。哎，头晕了，缓一下，有点年纪大了。早让我穿这个，换一身，大哥都不让换，你在这指使什么呀？大哥是今天说了，就看我穿这套，看着他舒服，他开心，他顺眼。雷一一是雷一一，跟三岁有什么关系啊？雷一叫三岁一啊，你是不是懂不懂啊你？哈，雷一一是雷一一，跟三岁一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闭嘴！你那个音乐的声音太大了，冰冰。好的。你的麦克风能不能调一调？每次不要。Hello 呀。来吧，我来把它屏蔽了，是不是？又见面了，天！哎呦我操！哦，今天是周六啊， Hello, 那我们1:05才开呀、啊，那烦死了，早知道晚点来了，看见你们就烦。我是大哥，大哥给我发了微信的，他说他就喜欢看我穿这两套，你不相信我能给你发聊天记录。真的喜欢你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穿什么，只有你们这些小逼懒才妈天天穿的越少越好。让我拿了三天了，我拖了三天了。嗯，是的呀，三十倍。
那这样吧，懂什么叫做大哥的女人吗？大哥的女人能愿意给你们看？算了算了算了。那你们才不把女主播当自己的女人，觉得能看多少看多少。听一听看看，实在不行我自己屏蔽吧。他是不是把我屏蔽了？是你啊。靠！欢迎糖果剑客。哥哥，要不我们都先闭麦，各聊各的，聊一会儿吧。那怎么办？那有没有想听我唱歌的？那你唱吧。我想看你社会摇。那不叫社会摇，那叫牛鬼十八拐。哦，青海摇你会吗？我们家大哥说你输了，待会儿就跳这个。小苏，你这个麦克风声音大的，比我奶奶在我耳朵旁边喊我回家吃饭还要大声。OK OK， 大白，等我信号，等我信号哈，等我信号。他们好像都不太想听我唱歌，我想，哥哥，我想。你想吗？嗯。啊，来来，我们等一首歌。大哥现在改了，等他唱的时候给他麦闭了。啊那我还唱吗？你唱呗。哎，我有一首歌很想听，哥哥。什么歌？等一下，我找一下这首歌叫什么。天天你会天天天天你会唱唯一吗？你就是我的唯一。好听好听吗？好听吗，宇哥？这个吗？好听吗，宇哥？对，他就喜欢这首歌。是你就是我的唯一吗？还是对，就是唯一。OK。他有可能喜欢的是另一首唯一，如果是那个姜王的话。真的是这首唯一吗？干嘛？那我开始了啊。OK。没有听他唱这首啊，因为我挺喜欢唯一这首歌的。那我说他是另外一首唯一。我的天空着我的星星。透明的城楼是过去的空气，哎，好听啊，田哥，唱一会儿还得有五分钟呢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说话？我以为你是不想听的，把我屏蔽了。那没有，我是在聊天呢，在、啊、这不是十二点前骗点礼物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好的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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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就换一首另外的好吧，那首唯一就不唱了，不能老是搞这种，行吗，兄弟们？想想啊，唱一首。唱的挺好听的，为什么不唱了？换一首歌，别说不唱啊。换一首歌，刚刚那个。唯一也挺好听的呀。哎，到底是我这边耳朵的问题，还是小苏的麦真的很炸？他的麦真很大，所以我。那我开小一点，因为我开小了，我直播间的人容易听不到。来吧。那首唯一只能一点唱，好吧？来吧，一首《王子归来》，因为刚有个用户哥点那首《王子归来》很久了，必须给他唱一下了。喂 ，OK。欢迎神秘人，另一首。我知道，好像我那天听到说了。今天周一啊 ，PK 是5:05开，等会儿啊，先给他们一首歌的时间。欢迎我恐惧哥。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多美呀。他唱歌听得好虚哦，那种。无论世界变幻，永远在一起。可不是所有故事的结局都完美。还是有很多悲剧在眼前，相爱离散错过了一些坏王子，你曾发过毒誓要守护他一辈子。群里发一个那个直播通知，可死在王子怀里的公主好不值，难道这场战役有
告诉我童话故事里都很美，可躺在王子怀里的公主真的很美。求你睁开双眼，看看千军万马，他穿着你最爱的盔甲，擦去你流的血渍，吻住冰冷嘴唇，为何你就不愿？那是谁的温柔？是你的英雄来了。有人头了，上来人头！谢谢实时的关注，谢谢六千的气贯长龙。我们今天说好惩罚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两个的惩罚，想定什么都行。谢谢大白送来的抓死粉丝，好，想罚什么都行。哎，喂，我操！灯都暗了，我去开下灯。就是人头不要停啊，人头不要停。选一个，你放心，谢谢大白的抓死粉丝，他哪个都行，他哪个都行。其他人不方便站起来吗？看我看不起我老妹妹这么多分是吧？可以可以行，好。天天，如果你待会儿，谢谢大白，好。天天，如果你待会儿更愿意唱唯一还是跳社会摇啊？什么？我们中间，我说你更愿意唱唯一还是跳社会摇？你一个再说。我们这把玩的是1625 34，一不给六不是，他什么也愿意，懂了吧？三给五，我们只要不是六就好。谢谢，咳了一个，说出了沙海问剑。兄弟，开整。我们中间干嘛？那只能先跑个步了呀。我操你呀！他怎么一下子就5万分了？他烧起来了，哥哥！马上不了了，要一起玩吗？兄弟们！太酷了！我没有打个卡了，我先把这个卡开了，兄弟们，别急，我先开个卡，我都忘了这个事儿。好，谢谢老师的气罐长好。双倍卡开了，已经开了。放心吧，一时半会儿他们唱不上来。好，今天双倍卡也有了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谢谢大家。我实在是看歌声小苏这么开心，你们能不能每个人直播间都砸一砸，万一出个5000的给他干下来，不许他这么开心。我的说法是。有什么上什么，好吗？龙妹妹，冲！谢谢你莫比比的器官长虹。Get ready now. Here we go now. 好。
谢谢开水平台的小师疯狂，我们有没有？来几首了？不做第六名就可以了，吃一口吧，五百的，吃吗？吃一口五百的吧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先超过3000呀？好香啊，馋哭了。我说实话，你这个第四名完全我们了解，露露和威塞斯都是那种冲锋型选手。啊，是的。这个第一，谢谢宝宝的一个给医药费了，这个第一。谢谢宝宝的赐福，谢谢宝宝的沙海问剑。是的，第一才罚，第二名给医药费罚不了。第一才能罚，第二名给医药费，而且还罚不了。哎，你们兄弟开个转盘的。谢谢同志们。坏了！我差五一二声卡住了。咋整啊，兄弟们？谢谢小卧底做的这样子。上来吧，趁这几天双倍上来吧。他肯定要偷的，罗宾家有这个钱，他肯定要偷的。他如果现在没上的话，他肯定是之后看我们还上不上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先静观其变吧。怎么个赛我啊？现在是差两个超火，他们家会上。这么个事儿。谢谢断痕之肉，谢谢黄沙。那我只能说这把抢四保五。我的说法是直接就冲进第三名，好吧？第三啊，有本事我一定要第四名，这一把一定要第四名。我不要出了多少个天使，小心露露！可以说我到底抽了多少个天使？谢谢在北邮的年度冲呀！我怎么闭着麦？3000，我们这是什么局啊？对，第一发全部，而且我还不用给医药费。如果我们待会儿做了第二名，就比如说罗贝贝现在上了两个超火，最后的时候把我们冲了，他做了第一，我们做了第二，我们就罚不了，并且我们要给1000块钱的医药费。坏了，他们有光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会是最后吧？我们如果他最后偷塔的话，我们就会需要给1000块钱的医药费，并且罚不了任何人。第四名，其他名字都不要，就要第四。兄弟们。得往上拱了吧，我受不了嘞！我们有没有一个火箭？他们都想抢第四名，咱们就是建议我们直接抢第三名。不知道你兜里还有多少，我也不方便知会。能给谁想吃啊？猴子理财吃火箭，我说。休息啦，4分钟了，朋友们。OK， 这是第一名丧良心，他不让我们休息，他只知道闭着麦拉撒票。你看看。谢谢于福哥的小画家。哎，我现在还不能想我罚不罚，万一我罚不着，那我靠。他来了，欧皇他来了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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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
我可能是没有发超火，我觉得是在他们的射程是两发超火，都好慢啊，感觉我的人头。谢谢瞌睡萝莉，如果我们西江湖，如果要他偷，就肯定会上两个超火，两个超就两个超火起步偷。然后他如果要防我偷一手的话，他怎么样？他得上大概三个超火。好大姐在干嘛？挺吓人的，我好大姐。哎，心头哥的五手杀等于是一万二，他得得。我在送免费礼物。谢谢文远的小画家，谢文远。干嘛？谢谢遗憾送了三个器官长虹，好好好。欢迎新山小小。还有两分零七秒。好好好。OK，
OK， 我们要么抢前三，要么就稳住这第四名、第五、第六。我的那个老粉呢？我的若风哥哥呢？我说我社恐，随便去公司。感谢六猪，感谢六，感谢奇猪，恭喜文远升到五级门板，谢谢奇猪。我好想去贝贝家看一眼，但是我不太好意思去。尽力了，妈妈。知道知道，谢谢你。真的不想最后一名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吃不到，我们就给嘛。就估计这个逼分他们也不会想。你不会觉得你这个分能给吧？恭喜小树升到十四级门板。我想一般现在不说话的。对吧？最后一分钟了，准备救救。现在疯狂说话的反而不会上。我算一下，我们一定要我们差一个火箭，我们就差一个火箭。我谢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，大哥剩下的十首，谢谢五哥，感谢五哥，沙海问剑，我操，真的好黑啊！沙海问剑，如果自己要守的话，就是一个天使，或者是两个超火，我们要么就争第三，要么就保第四，除非他不上，除非他不上，真三保，我们改名字啊，我们真四保三，好吧，我们真四保三，我不配吃，我也想吃呀，最后三十秒了。好想吃口满的呀，我真的好想吃口满的。我赌一赌楼贝贝会不会上呢？啊，我吐了，不要最后一名嘛，有事好商量嘛。会有延迟，刷新一下直播间。爱你的理由，全世界跟我走，从黑夜到白昼，我唯一的要求，爱从人轮流。我没有见过比现在更紧张的局面了，谢谢六千的都没有过过什么鬼啊，怎么就第三名了，我操，完美，我们这波完美，我操，这次太夸张了，我无语了，怎么的事儿啊，我操，我们不最后一名了，军事化管理，我是给谁啊，给我贝贝，给三千是吧，是的，我罚什么，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第一名罚后面的吗？不是，不是第一名罚第六名，而且你不用给 YYF。对你罚我就行啊，我不用给。但是如果你想给的话，也可以给。你罚我就行了。我真好想罚今天呢。其他人是其他人罚的，是的，是一对一罚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贝贝罚我什么？但凡不黑，但凡不黑，我他妈早就已经。那个你想看他，唯一还是那个我给他要双马尾哈。嗯。然后也好想抓呀，这个双马尾，露露罚三岁，什么东西？露露我可以给你一部分的药药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看鱼哥想看你唱文音还是跳社会摇？不是社会摇，我是真不会啊，我只是最近在学这个东西。那你唱文音吧，要不唱个歌吧？谢老板，鱼哥版的文音，鱼哥版的文音，我在吗？打两条辫子吧，我也不是很会，但是你看着办，就是两条，我试一试，我试一试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吃了吗？没吃到那个五百的，吃到那个八十的了，就是，我都没想吃，我都没想第三名。说实话，你们也真的太精打细算了，这也能偷上，就多上了个二十块钱，结果就成这样了。我们跟第四名差了二十块，没练过啊，都听过。这个没练过就听过，凭感觉的。我也没听过，我跟着后面听一听，这样长长见识。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？怎么这么高？我好像听过这首歌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找下调，感觉这么高啊，这个歌。它原调是不是女生的？你找一找，我过来给你开钻粉。不是双马尾啊，双马尾是三千的奖励，它是双麻花。我是双麻花吗？我就对，双哦哦，那就加个丸子头吧，加个丸子头吧，那就。我找个调，别慌，兄弟们，很快啊。
是世界的呼吸。你真的希望你米哥晚上好，米哥柔美娇妻，米哥我看你晚上来我直播间了。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，句句不轻易，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晰东西，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，死去中清醒，明白你背着我聪明，我是你的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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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我的唯一。你哥想我没有啊？我是你的唯一，我是我的唯一。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？没问我。不知只是如影随形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解，闭上眼睛用心感情，我真的爱你。感谢9527的关注。没人能比你，他们当时合唱了这首歌吧，是不是夜深没肯定，我直播间的男人什么时候对我不高了？我这话，你哥哥都是明明心上有我，但是嘴上不说。这个歌不熟啊，真的。好听，好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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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次我去好好学一下，好吧？好好学一下。下次让帅宝过来给你合唱。哦。好好好，不是，嘉王，我们这个歌没学过，我只听过，你知道吧？之前。没事，已经唱到他们心尖尖上了。欠你一首，欠你一首，好吧？回头我再给你补上。OK， 那三位的手牌都递完了吗 ？OK。完了。那天哥选人吧。我主打的就是一首。楼贝贝，天哥选楼贝贝，三岁选人。嗯，那我就选3000吧。我第四名，你选不了我，你只能选前三。哦哦哦哦，那我选小苏吧。OK， 我跟露露强强联合。好好好好。太对了，露露，我就信你，露。好好好好好好。他给那个老麦一臂根本不搭理我，你又强强联合了，他妈的我又怎么办？那
什么东西？我刚唱那个版本是那个合唱那个版本。谢谢我们安，谢谢我们安哥上顺。对，就光起哄了，没学，你知道吗？陪伴哥。好，一百出一百。本来想刷个火箭的，我的建议是直接刷姜王，好吧？给个定金，兄弟们来五个人头。几位主播不方便站起来吗？几位主播，方便。我们安的百年山水。重新干嘛？对了，我的队友太对了，我们中间直接就是进行一个高抬腿。我去，别管我这辈子没赢过。哎，别的搂贝贝是不是不方便啊？有点会搂光。那就进行一个扭的腰吧，兄弟们，人头帮忙整一整，扭的腰吧，扭的腰吧，我们要打一个，现在不是很方便，我们这把要打个挂件。直接进行一个坐的椅子的坐，太幸福了。来整十五个人头，兄弟们。这把是一罚二，三没得吃。是的，对。发音不保。Like you。第一组罚第二组，第三组没得吃，就是陪跑。原来我的声音没开呀、啊，先把我们币吃上这一口好不好？我们钱给绝对不吃。他们先学了再说。有专用的，没有我们那个公司群里有，那个是免费的。哎，兄弟，天哥和魏三岁太好看了，我欣赏一会儿。加个微信吧。啊，行，欢迎哥。贝贝，让谁推？看情况吧，看情况。贝贝有谁的微信啊？小肉球，你有吗？有，你让他直接推。谢谢彩虹的，看他们剩了多少，还是感谢我陪伴哥送的王牌队长，好，还是那句话，我征服了魏三岁和天天说才怎么这么好，怎么啦？喜欢，好看，爱看。你他妈说的是谁呀、啊？我给你俩放大，我给你俩放大。你给我俩放大干嘛？那俩是什么东西啊？根本不想看。娘妈的，你肯定没看我们，一直盯着看。睡觉去了吗，赛猫？贝贝，再想办法，贝贝，拿出你第一把的气势。我跟你讲，天哥，他们第三组都是两个蛋，我们不着急。你信我，第三组直接就是第一名，我已经预定了第三组是第一名，我们必须超过第一名，我们这才会是第二名。小小猪都那么有条件。对，我听出来了，他在攻击我。不，你们俩确实是。哎，我今天没打算播的，你看我都洗完澡了才来直播的。昨天跟他约好了，今天打12点。救命呀！牛妈的，我直接给他放下来。不是你们真的不打算算一下吗？你们要是真的不打算算一算，我快好了，我怎么点一根了？你说看我俩，你快好了，你真不是个人，三千。小野猫，欢迎十七哥，我快好了。来四个人头，谢谢六千的势如破竹。谢谢六千的替冠长虹。六千最近有点白啊。欢迎扎克。谢谢低调小弟，感谢，谢谢小青龙。今天有点白，真的吗？我们有没有人试两手啊？这么白的情况下，有人给我点几手百年吗？我想出个5000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就想试个1000的，因为1000的还没见过长什么样。我没见过5000的，我没见过1000的，我就想出一个100的，兄弟们。我就想出个100的。写阅读的剑眼黄沙，我就想出个1000的，让我看一下1000的长什么样嘛。其实我很不好意思，赛前。为啥？咋啦？救命啊！我一会儿打字给你说。难道是因为你零分吗？不会是因为你零分吧？是
因为你零分吗？耶、yeah? 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到底怎么搞？有没有众筹的？大哥。别上他们的逼道啊！别上他们的逼道。今天第二可以冲第一，其他我觉得他冲不了。这你怎么改名了，宝宝？如果贝贝家的冲到现在就冲不会等到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收拾吧！该拉票了，该上你了。我说实话，我对这些舞蹈女主播嗤之以鼻，我全程没有看她俩一眼，我全程盯着青青和微香翠看的，正直两个字写在我的脑门上。可是我刚刚点进你直播间，就是在看他俩放超大哎。狗都不信，我跟你说，狗都不信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，不是那种人，人家不想你单纯。我只想说，狗都不信。很急，是的。帮我赢，敌人。是的。不会吧！大家都火力全开。不会吧！开始啊！老贝贝和小苏正在一把，是吧？妈的！我们家的光呢？他开始啾咪了，他开始眨眼睛了，楼贝贝开始发射他的动感光波了，说是啊，真的，真行，迷人啊，救救我，迷的，5000了，兄弟们，看人家那天10块钱，逆天改命的时候到了，小画家，就把希望就翻出了，在打单上吧，嗯，还有一局，再坚持一下，应该不会再这样子了，好，哦。累了，这是我电吗？让人试一试啊！我累了。店大欺客是吧？什么店大欺客？欢迎我听哥，兄弟们，不是吧？我操！妈的，能不能让我？不是话，来点刷脸，哥刷脸。是不是没想到我会在11点多开播呀？这没有，今天没什么人，说实话。不是的话，那我可以开歌了。刷脸，哥。是这个的话，我跟他拘着点，不是这个，刷脸。哦，我上次居然有分离奇，谢。刷脸，什么情况？谢谢这个爸送的天魔琴，随便整个什么超火什么剑火大来了，我靠，这个人名字起黑呀，或者那个什么来个石家子哦，欢迎我军哥，1、2、3、4、4把。整点吧，哥，整点。我在看别人的。上一上麦，兄弟姐妹们，这是鬼鬼吗？让我吃一口吧。撸啊，点光场面点。来几首吧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吃一口，我就想填个榜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就想吃一口。鬼鬼啊，对，来几首吧。随便点边角料吧。就想吃一口。一分钟有没有这个直播间有没有爱我的男人？这个直播间有没有爱我的男人？帮我拿个第一。这个直播间不会真的只有姜王胖头鱼是在乎我的吧？我要生气了。我贝贝变漂亮了，nice， 谢谢鬼鬼送的6个黄金海滩，还有42秒，战况逐渐焦灼了起来。这第二名到底花落谁家呢？好，不是贝贝，我已经透支了，先到你了。行，谢谢贝贝，今天开心的小画家，兄弟们一人点五首吧。想办法，救命呀！我们家有没有人？欢迎小弟，拿北京小碗。我再点一点的，我说这么很危险。再试五首小的，我有感觉，我来感觉了。我有种感觉，我第三名。拿出了他的饭盆，说是。好，还
得是鬼鬼这个手速，我操，专业牛逼！兄弟们，把专业打在狗皮上。这切入，我说实话，这切入太专业了，专业。亏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没吃到，医药费一毛没吃着。太专业了。露露啊，他们不让你吃，你让他们死。只有林墨雨才知道这个。你先让他们死一下，然后我好好想一想。哇，一人5块钱，大可不必吧？好，说实话，直接罚吧，直接罚吧，露露。先3000罚吧。我这一口，我这一口，我说实话，他俩根本不想吃，你来吧。是啊，这是像不是一起罚的吗？不是，但是他就是5块，应该就不用罚了。你来罚吧，你罚吧。谢谢鬼鬼的10个黄金海滩，太专业了，我说实话，专业。好的，晚安，鬼早，晚安。腋下抓50下吧。抓50下。好好好。对，天天飞到标准，就是一天反复的帅，这样子。我给你配个币，泰山是吧？好，你放币，你放，你放币，放，快快快！来来来，这两个头发，两个是黑色的。呀呀呀！大眼睛，嘴角变得酒窝，迷人的眼睛，哦，让我神魂颠倒。我已经52下了。好了 OK。 是的，他们已经没钱了，直接拿捏他们。还喊我哥。哎，没有，我喊你是鬼嫂吧。一把吗？刚好我们把三星过了。我就问一下，我开始喊的是哥，他知道呀。插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开始大小报告了，鬼嫂。下一把什么规矩？看他们怎么定。最后一把前三后三。对，前三罚后三。焦灼。好，先开个局吧。来吧，来吧，兄弟们，开局吧！欢迎我 Z 哥。刷新中宝。这个，刚刚是以为你那个号是以为是你，你的小号，没想到居然是鬼嫂。我的。还好，谢谢6000的势如破竹啊！这把不多了，死了算了，我们就差一个丘比特，过福星了。这个，我们还差一个天使过三星了。我谢谢6000的20手，没有猪。哦，谢谢6000的万人之上。我靠，为什么不是这嫂？哦，对啊，星球可以啊！谢谢这嫂，刚刚让我吃了一口大的，这个嫂子操作牛逼，我只能说，你比如说我是第一名，他是第三名就可以，他是第四名就可以，谢谢开水鱼塘，就前三罚后三这样子。我们差的不多了，有没有办法？你给丘比特有吗？5个长轨，非常专业，真的很专业，太专业。不是前三后三吗？是的，前三后三，但是只有第一名能坐着。但是只有第一名能坐着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二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就是要做过程，要给他们来过，只有惩罚的权利。好，没有做的权利。说完了东西干嘛？不影响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懂。就是你过五星，是不是明天下午就不播了？这一把就是说前三罚后三，五星是五星，我必须得起来播。然后后三第四名开始选，就第四名选前三名的惩罚，选谁是谁。我跟你说，我还得播了。你看哥们播了多久了？过程就是说第一名全部得站起来做。马上11个小时了，就是前三罚后三，然后后三上说必须得来。天天如果是后三名，他可以选我的惩罚，他可以选别人的惩罚。过程就是进行一个单车的踩。好的，那我快走，快给他们开。努力开心的黄沙，救命啊！什么百灵？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1000的。你别上，你妈的烦死！百灵可能就是5000的啦。什么有意思啊？啊！别看直播了，睡觉去吧，早点睡吧。谁说的？谁说这么拽？我怎么可能拽？我主打一个谦逊低调。
好，谢谢我贼哥送的福星高照，买辆飞机。下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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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贼哥的福星高照，买辆飞机，兄弟们人头整一整。没有，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，我说昨天不是说去那个陪小吴去医院看了一趟吗？今天能不能有空的把 PK 给你看？我说要是今天回来，帮我分解了算了。兄弟们觉得播的不够，明天就开个加时风暴。谢谢陈爸，谢谢陈爸的出入江湖。整一整。救命啊！金色传说是什么？是陈爸。什么是金色传说？好，欢迎山。超火就是金色传说吗？他老是要骑单车，有没有人救我？有没有人救我？点燃啊，在岳阳，他不在长沙。他们去的是岳阳。谢谢用户。他们去参加那个活动。谢谢用户。为什么我看不出用户？开出东西的特效啊！谢谢用户送的气罐肠，恭喜陈爸！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要我肯定给呀，有就给。那为什么我真的看不到呀？你要天天来要，我可能有点入不敷出了。感谢五哥的救治旅行，谢谢，谢谢五哥。今天还坐着呢，你是第一名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聊天忘了，你别把我吸干就行。毛都，他哪儿毛都。别把我吸干就行。谢谢小鱼送的一瓶红包，确实解了。我发现能竟然解了，好吧，我这后台哭哭全都是，我跟你讲，我家房管真的。你得考虑一下我，禁言全部都是你的外甥，你的侄女，24年，你的侄子，你的侄子还在进行一个喝奶呢，出手都是24年。欢迎姜王，欢迎姜王。看出来了，龙贝贝和小奥苏确实只打一把。啊，孙子，好的。我忘了我差多少个人头啊？孙子。被骂出来了，为啥？谢小爷到底是各论各的还是怎么样？直接30个哦，那我再买一点。OK。我靠，小严一下百连就出一个热气球啊，这么好，好牛逼啊。谢谢小严的甜蜜礼包。我们是互相叫哥吗？各论各的比较好，没错。四分钟休息啦，休息啦。谢谢口天女频的魔力礼包。别，好白呀、啊！这早，别这样。好的，这早。欢迎，好、哦，欢迎我雀哥，欢迎雀哥，这么晚还在吗？雀哥，我们还有3分多钟。距离第一名差得不多。好的，队长，早点休息，明天下午见。欢迎军哥，欢迎军哥。啊？这也生气吗？没事。这不是哄他的吗？欢迎七月，是吧，雀哥？刚到酒店，你又去哪了，雀哥？给你先整个房管吧，雀哥。上次都没来得及。
最后两分二十秒，欢迎文成，欢迎台风货币，谢谢白爱留给下一位送的出入江湖。OK， 大家一点斗志都没有，真好。我在等着那个，我只觉得月落什么时候有空，月落折磨终于结束，我们要去找你了。等月落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就找你了。谢谢友们进攻吧。怎么个情况？后三名毫无斗志。毫无斗志，是因为前三没有满吗？有可能。你该努力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哪，反正我跟他说了。看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开心，我一把都没吃到，我真的要哭死。能赢为什么要吃啊？你这个分已经上不起几步道的高度了，你看后三名。能赢为什么要吃啊？我说实话，你看这个楼贝贝一瓶水马上就要喝完了。这个小小苏除了第一把，后两把都是在那里一坐，把那个老麦一闭开，玩他那个破手机，躲那个逼屏幕后面玩他那个逼手机，一句逼话都不讲，戴那个小逼眼镜在那嘎嘎乐，又开始梳头发了，你看看呢。这把打完下播了，已经开麦喷我了，但是他没有分，他没有办法。这把打完下播了，他都没有斗志，他的麦克风声音太大。坏了，现在的人对那个嘲讽都免疫了。也不是吧，有没有三千、哦、他把你的麦闭了呢。我好想吃一口啊。我真的，我太难了。你都已经这个分数还想吃一口，你想啥的？那得他们得多少分？真的很想就是吃一口，把我榜填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好烦，好烦，好烦。啊，那这个简单，等会我去单练你一把。我想吃一口，你不是因为说我喊听着唱歌，我想吃一口，说你们调剂啊，那我就下播了，我一把，你们玩吧。啊、你要这么聊的话，那应该没有了。我不是想喂一口，我想吃一口。好，天哥，那三岁先选吧。那我就吃一口喽，我选露露的。OK， 贝贝的话，那就简简单单的。我们来一个15个开合跳吧，好吧。好，谢谢天哥，人帅大气。今天是我生气，那我就是真的生气。三岁你就将他们在那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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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什么呀？我是什么？苏苏，简简单单来，我们性感动作吧。30秒吧，是50下吗？啊，50下或30秒，随便吧。好，我说。什么他们的我都不想看，我只想看苏苏。为什么针对他？就是因为我想看他。哎呀，23、24啊！不是这样，这啊！我不会那个啊！我不会那个，而且我不太方便，我没穿那什么。啊！好的，我穿睡衣呢，我刚洗完澡，没穿那个什么东西。我放个歌，欢迎首饰难港。好吧，那实在不行你换一个也行，就换个其他的。那就唱，那就上班吧。十个十五个开合跳吧。啊，不对，我背对着屏幕可以吗？谢谢。那小说你为什么连我的醋都吃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吃你的醋啊。那就好，来吧，我们扭吧。的鸽子已经过了半，我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就很难给身后变得难，一个两个都 cry， 我一直看着敏感，那个耳朵 feel now you get back， so don't you come back， 带不开我的心，要为真的无力， you don't know what I mean， 让你捉摸不定，你看我 I was sweet， 出现在的自己，离开你的眼影。
知今天我唱什么，执着于做什么的。晨宝晚安。好了。我给他们的惩罚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家伙都叫了吗？叫了。OK， 那我们情商不改，绿水床里哦，姐妹们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我们听首歌下播了。你喜欢带节奏，你以后就去看别的女生吧。你说我有时候好不容易跟别人关系搞好一点，你带这些节奏有什么必要呢？你要是觉得你给我刷点礼物就怎么的呢，你就去给别人刷吧。你相比这些礼物这些钱，我更讨厌一直搞我心态的人。你是看我还不够不正常是吗？到底是怎样的女孩，性格可爱又奇怪，真的不想要和你分开，就一瞬间就可以瞄准了我的心，下一秒想靠近你却骂我神经，今晚约你见面会不会太着急， Girl 我真不对劲，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，心愿晴天，背对背拍一次相爱的默片，浪漫飞夜色定格去繁星点点，花落每一条平行线、哦、对砸就从今夜不停歇，还要让我被别人骂情商低什么的，受不了夜晚爱你不断说永远不够永远，爱一个人真的好煎熬，见面的现在期待着恋爱，知道我在等你回应，表姐在见外，我的世界除了你其他的真的没劲，拜拜的真心不用太真的没病，咖啡坏坏的表情和讨厌的语速，特别的准备了少见的礼物，用最土的方式去约你的真心，你必做貂蝉，那我就会是吕布，就一瞬间就可以瞄准了我的心，下一秒想靠近你却骂我神经，今晚约你见面会太着急 ，Girl， 我真不得劲。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，心愿晴天，背对背拍一次相爱的默片，浪漫飞夜色定格去繁星点点，花落每一条平行线。哦，对砸就从今夜。晚安。受不了夜晚爱你不断点，亏欠的情话说永远不够永远，爱一个人真的好煎熬。晚安。我们下播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我下播了。